好，我们下一位朋友陈文月，来吧。好，就这边。Hello。我是来过的，每次还是那么紧张。你的声音开三分之二大，不要选它，刷出力一点没关系，大小声你看，你刷出力一点。你的讯号吗？我们给文彦掌声鼓励。我叫陈文月，然后我先介绍我自己好了。然后我现在高三，对，然后是嘉南村的。有人知道嘉南村吗？应该是很少人知道哦。啊，不知道。好，然后直接带来三首歌哦。然后我今天带来的歌都是。我自己写的也不算是，就是有两首歌是我同学写的词，然后我帮他想一些曲，然后前面两首是我带他写的东西。那第一首叫做《小丸子和他的玫瑰》，那他就是在写两首歌都在写同一个人，就是他跟他的一个好朋友。那为什么会叫小丸子跟玫瑰？就是他是那个玫瑰，然后他的那个朋友是小丸子，就是他们的关系很要好，只是。就像那个故事里面啊，小丸子一直跑来跑去，然后玫瑰就在里面一直等待着他，这是概念。对，好，然后直接唱喽。是的，强迫你追寻的。
幻想，却成空想。看镜子里的我，你如此的残破，你追寻的辽阔，却变成了我寂寞。黑夜中的心。这首歌它叫做《我总是一个人站在十字路口前》，然后，怎么讲？就是在第一首歌的时候，他还没跟他的朋友说出他心里的感受，对。但是他有一次去参加一个比赛，然后刚好他们两个就一起去，然后他说他在火车上面写的，因为他想了很多想对他说的话，然后最后。某一天他跟他说出来，虽然很尴尬，但是他们后来还是没有到下一个阶段，但至少还是一个好朋友的那个概念，对，还是好朋友。然后他就写了这个词，然后我觉得他写的很好。然后里面都这两首歌都很多什么关于银河的东西，他说他很喜欢有关宇宙的东西，所以你会听到什么月球、星球，还有什么宇宙之类的。都是他写的，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分享给大家。都是我的错。
直到何时会被你想起，整夜了我无法控制情绪。多希望一切迎刃而解，想起你时你就在身边，我总是一个人站在路口前，在交叉的路口跟前，你睡在交叉的路口等。